他就走进去那家杂货店，跟我妈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肚子很饿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碗面跟一杯水？”然后我妈就说：“她第一眼见到我爸就爱上他了，才不管他有没有钱呢，他要定了。”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个妈妈到我们的节目上，欢迎雷拉。Hello， 右边那个很花的是孕妇。大马是阿拉伯人。对，我爸发现我做 YouTube 的时候，他认为这样是很丢脸的。我爸身边的回教朋友，他们全部都知道我是他女儿。然后这件事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他请我经纪人酷炫，我们一起去到家里，跟我爸开了一个会。我爸就拿着我的每一支影片，对着酷炫说：“你觉得这个影片中的女生，你会想娶她吗？”我就说：“会啊，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女孩子。”